魏德，你要咬我是不是呗？他从我兜里掏好吃的，我没给他，知道吗？你再来，你再抢，不给好吃的，退。三勇可尖了，我告诉你，你看，三勇可老尖了，你看又抢。咋了？三勇，你坐下，你别动，扶正坐这儿。三勇能好好配合一把不？三勇，扶妞啊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你看又偷。你坐这儿。好了，老四啊，老四，老爷问你啊。哪个是胖妃？老四，哪个是胖妃？你指指胖妃。Seven， 你看你这，你说 Seven 跟拍段是咋不一样呢？老四，哪个是胖妃？老四，哪是胖妃？我知道他是胖妃。经典的坐姿 ，Seven 闻到口袋里有吃的。Seven， 你得配合我才能给你好吃的呀，你别总抢。来，胖妹坐下，胖妹，你看又吃。我这都没有拉链，有拉链就好了。他总想偷。坐下，咱坐这儿，坐下，不动啊。老四，你配合我一把。四哥，你别睡觉啊。老四来问你，胖妃是谁？胖妃，摸摸胖妃。我知道他是胖妃。你坐下，我没问你。老四，哪是胖妃？你看看，你能坐下不？没轮到你呢，你看 Seven 怎么这样式呢？一拍视频的时候就可听话了，一不拍视频就不听话。你让老四摸，老四哪个是胖妃？好你个，你能坐下不？你起来，你坐下。Seven 没到你呢，到你的爸就问你了，他着急，你坐下。老四啊，来问你啊，哪是胖妃？老四，啊，哪是胖妃？老四，哎呀，你起来，老四，坐里头。老坐这儿，胖妃来，扶妞坐这儿，起来。哎呀，乱套了，个屁，乱套了吗？这不是。好，坐这儿，老四来，坐这儿来。哎呀，好，好了，坐这儿才摸不着了。好了，坐这儿才摸不着了。坐下，听话，三位，你看你。老四只认识咖啡，老四不认识胖妃，老四认识胖妃啊。三位，你坐下，你看看你。等会儿，你坐着，等会儿没轮到你呢。我说的时候，你再。我问问老四喜欢谁？来气！老四，哪个是胖妃？老四，你摸摸。你要整的老四没心情。老四，哪个是胖妃？摸摸你媳妇儿。老四，哪个是你媳妇儿？老四，你媳妇儿四哥。我他妈知道那是他媳妇儿，老四也知道。你这个婆婆你咋当的？你这个婆婆你咋当的？老四知道你不用给他指，坐这儿，咱坐这儿，你不用给他指，你给他指什么玩意儿啊？这怎么离八丈远都离800米远，你怎么都能摸着他呢？老四，你说哪个是胖妃？老四，你这 Seven 的你真行啊！你真的，你进去，起来，过来，老四扶着坐着来。老四你，我得训练训练老四啊！老四可能不会摸老天啊，我先训练训练他啊，训练我四哥一下就好了。老四哪个是胖妃？摸摸你媳妇儿啊，这是胖妃是吧？哪是？
老师摸摸啊，好，给三元能，三元挺有意思。哪个是老四？老四老大啊，这个是老四，这个是老四，然后呢，这个是老大啊，这是老四的儿子，老四的儿子叫小迷糊，这是老四的媳，老四的儿媳，老四的媳妇儿，老四的媳妇儿原配夫人叫咖啡啊，这个是老四那个娶回来的媳妇儿，老四这个媳妇儿是这个媳妇儿和这个媳妇儿和这个媳妇儿有啥区别？大家们啊，小石榴大的是一只泰迪，跟老四他们俩之间是自由恋爱，知道吗？自由恋爱啊。然后那小迷糊大的呢，是老四和小石榴之间自由恋爱的产物啊。这是腐妞蛋子，腐妞蛋子他俩是自由，是包办婚姻，老铁们啊。但是包办婚姻呢，现在已经产生了结果，老铁们已经有结果了啊。虽然婚姻是包办的，但是他们二位之间非常幸福，老铁们看不着这狗蛋子，老铁看着吗？这狗蛋子马上就要出生了，老铁们啊，哎，咱们以热烈掌声祝福他们俩啊，家好不好啊？小石榴是情人，不是小石榴是真正的爱人，他是啊情人。来来，老师过来，坐好了，是不是会摸了？是不是会摸了？扶着坐着来。老四是不是会摸？你说为什么家们，为什么老塞巴一在外边老四就不会摸了呢？老四哪个是你媳妇儿？摸摸媳妇儿，再摸摸，再摸摸，再摸摸老四媳妇儿，媳妇儿好。你看老四会摸吧，给老四奖励。来，再你出来，来你出来，扶着坐着，坐扶着坐，坐好了啊啊，坐好了，不许叫唤啊！咱不许叫唤啊！给腐妞一个奖励啊！啊！老爷强烈人工干预，你不人工干预也不行啊！家人们，大家伙想吃蜜薯的啊，家人们，咱家这个蜜薯蛋子特别好吃啊！不能吃甜的人不要拍，这个蜜薯特别甜，老铁们啊！老好吃了啊，然后都是中大果，老铁们，蜜薯全都是中大果，今天拍明天就能发货，然后坏果包退啊，家人们，坏果包赔啊。三位别吱声啊，老四啊，老爷问你四哥啊，哪个是妈妈？四哥妈妈啊，这是妈妈。哪个是媳妇儿？咖啡。老四，咖啡是谁啊？这是咖啡啊。那四哥啊，那四哥问题来了，老四啊啊，这是妈妈。那他俩如果都掉水里了，你帮谁呀？四哥，三文，你看没问你，三文，你这眼睛步骤都不对，你看看你这多动症啊，你别着急，你别着急，三文，你看看你回去，你敢呲牙咬我？你敢呲牙咬我啊？回去，去。对，咬我是不是？呲牙是不是？把牙齿给我放回去，把牙齿给我放回去。你呲牙不给你好吃的啊！呲牙不给你好吃的，听没着？不能咬，不能咬，这爸爸手指头，这爸爸手指头不能咬，不能，我操，不能咬！这能吃吗？这爸手指头能吃吗？咬坏了咋整？你看看，咬坏了咋整？我操你哥，真给我咬坏了！我给你肉干，你坐下，再给你肉干吃。你慢点吃，不许动，不许动，放鼻子上才能吃，不许动，放鼻子上才能吃，三万，不许动，放鼻子上，不能动。太着急了，三万太着急了，家人们，啊，你不躲，他能真咬吗？我不躲的话，三文也不能真咬了，行吗？他也不可能跟我真咬，他压根也不可能咬我，啊！蜜薯16.9三斤蜜薯，家们想吃蜜薯的好朋友们，咱们可以搂一袋蜜薯吃啊，特别好吃，特别甜啊，老铁们。妥妥不仗义，干嘛不用俺老公？干嘛不用俺老公？他也太小气了。老爷蛋的主宰要有 seven 这婆婆，腐妞蛋的有又委屈了。